那真的定下去之后就会决定哦，可能就是会决定了下半季的冠军是哪一队了吼。对，所以这两场的比赛对各队的总教练来讲的话，我想他们也是绞尽脑汁，希望把最好的留下来，把可以留。其实说实在的，把好的洋将留下来。多少对球队还是会有一点很大的一些帮助的。是，而这是在主场球队 Lamigo 桃园队 Lamigo Girls 在赛前所带来的相当有活力的劲歌热舞的表演。Controlando, vamos con el ritmo, cintura, rodilla, piso, va.